处女座五月运势。处女座在五月的整体运势较差，在学习工作上，本月你会感到在工作上前景暗淡，很容易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，非常需要得到家人朋友的安慰。在爱情方面，处女宝宝会计较，多愁善感，爱自寻烦恼，伴侣需要多多宽容。同事处女座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在财运方面，本月的财富不会有太多的起伏，切记不可有投机心理，想要发财还需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，避免因财生祸。本月总结如下：爱情运势两星，工作运势一星半，财富运势三星，整体运势两星。